莲妹儿，是瓜呢，花姐，怎么看见我一脸不敢相信啊？是不是在等孙家人跟你说，多谢你提供的线索，莲妹儿我们已经抓到了，五百两银子不用你还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们花单纯善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赶紧把瓜给我。她单纯善良，是好意朵绝世的清纯白莲娜，你知道就好。 我们花儿的品性就像白莲花一样，你笑什么笑啊？我笑不你啊，被人当枪使了还不知道。花儿姐，你不去演戏真是可惜。你竟然说我们花像戏子啊？我，妹儿妹妹，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妥帖的地方的话，你大可告诉我就好了。 你何必这么羞辱我呀？赶紧把瓜给我！哎，你，梁妈，你别吃！